鬼子有动静吗？没有，一切正常。金少，金少，哪儿？在哪儿？走！哎，外面有弹药，快！什么的？金生，怎么样了？快完了，鬼子已经开始进攻了，你们加快速度。好，别管我们，你们快走。干什么？亲手结束这一切。集中一切火力，杀光他们。嗨，计时成功了。
现在一定在外面，再撑几分钟，他们一定会攻进来的。子弹已经没有，没办法再拖。 我能不能和你谈谈，林八零？你真是没有自知之明啊，居然想谈判？好啊，你想谈什么？整个越狱行动都是我一个人策划的，你要杀杀我，能不能放过我后面那些兄弟？整个的越狱行动都是你。 一个人策划的，我可以放过他们，但是你听着，让他们把枪都给我扔出来。上校，把枪扔出来。 这下你相信了吧？你这是在找死！告诉你所有的人，都给我出来！你能答应不杀他们吗？我原来能答应，现在依然答应。 上校，出来吧，做好准备。